Hello。Hello。今天又来了一个新女美女了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周华，今年那17岁。十八岁吧。到底17还是18？十八啊！哎，别开玩笑了啊！那你现在在读书吗？还是毕业了？你好，还是毕业了？你翻译一下。他还是读书。还是读书啊？对。哦，十八岁，有什么才艺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会唱跳舞。是你的妹妹，亲妹妹，一个妈生的吗？看看我的脸像骗人吗？哦，这个人一个妈生的啊。大家要问什么问题吗？我就知道他越来越。你的缘去哪里去玩了？是吗？你的缘去哪里了？我的缘是什么意思？给我看一下手机，我看他们说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帮他们粉丝问一下。那你对我们这个工作有了解吗？M哥的女性的这个工作有一点，差不多一点是吧？你是想来这里兼职还是全职的？半场什么意思？兼职。那今天我们已经在直播了，选一首歌还是跳一个舞，看一下吧，给他选。现在为难。啊？不为难，还为难什么？都来这里直接直播了。人家还要害羞呢。不，没事的。没事的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。你拼一把。你是学中文多久了？一年了，是在外面学的还是学校是学这个中文专业的？是我自己学的。自己学啊？姐姐教吧。哦，姐姐教的。姐姐，她自己学的，我不教。自己学啊。那这也学很厉害，这个姐姐没用。没事，反正你姐姐在这里做助理，你有空的话，你就可以过来直播一下，好吧？兼职，每天直播一次都是算的，好吧？不管你做多久都是可以算，你姐姐帮你登记好就好了，好吧？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就直播吧，就这样，好，直接开始播。我等一下再拍一点就好了。我们这个新来的小姐姐刚刚来害羞啊，现在比较适合她想跳舞。她你刚刚问她了，比较会跳舞是吧？她会跳舞啊。哦，会跳舞，会跳舞，来试一下跳个舞。跳舞比唱歌好一点。跳舞唱歌好一点，云云，看他会跳什么舞，给他那个试一下。第一天，看他害不害羞。现在人多了，要考核了。站起来看一下，高不高？等一下，我再浩浩大哥来。等一下再浩了，唱歌啊，让他先唱个歌吧。现在有请我们新人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《秋怀》，对吗？看，给他们看吧。但是没那个要开点送脸啊、哦！你笑死我！来吧。好了吧。哎，好像比云云白一点嘞。这个人。啊。试一下看看新人唱歌怎么样啊，大家。半个脸哦，他们说半个脸。我都只留下幸福的泪滴，不然你的苦恼，你的不坚定，爱不同意，我会永远说服你。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初心，下辈子我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答应。
最白呀、啊。对了，这个才18岁啊，肯定白啊。过几天拉他去拍电影，给他晒得跟云云一样黑。我们全部在这里工作的要一样黑，跟我一样黑，好吧？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，好不好？好。来这里上班，第一个要求，你能不能吃苦，能不能晒黑？问一下，帮我。哥，能不能？我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，听到没有？可以。可以，我们就应聘成功 ，OK？ OK。家人们，只要人愿意晒黑，我们就应聘成功。你们想来这里应聘的？好吧，音乐换一个。黑人人都跑了，其实也不是很黑。笑看风云，一路有你。刚刚我说话的你们有录啊？有一点点。你这不会，谢谢不会拍视频啊？我说话的全部录下来，我在这个。现在可以停了。现在肯定看，来在正面来个，来对比一下几个人，看谁最黑，好看还可以。仙仙过来，仙仙，来，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来。看得到，对，高一点。我们合影一下啊，好，好久没有这么多人了。嗯。五个人，今天又欢迎我们的新美女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秋怀。秋怀。欢迎我们秋怀加入我们的团队啊！下个星期还有一个什么音的，身材1.8米，1.8米，对，20岁，很漂亮的，也会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因为我们现在要拍电影了，所以要多一点人啊！大家可以又看到很多新美女了，好吧？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？我同意加入，我同意加入，不要跟我请教，同意同意同意。可以啊！啊？他说什么？同意同意啊！那就要晒黑了，不怕晒黑吧？红色才能露，红色变晒，红色变露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你看你姐姐是怎么样的，来的是很白的，你看看，就是这样嘛。我说了，我说了，她来这里上班几天都跟几天就跟我们一样的。哎，我们出去就是这样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口号来一个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。欢迎我们的周怀，欢迎秋怀，秋怀，秋怀，对。秋怀入场，大家喜欢秋怀的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3、2、1，笑看风云，一路有你，拜拜。这样拍好漂亮。我跟他一样的。